哇，他真的唱得超级棒哎，超厉害的！紧接着是我最最最期待的一个表演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带来最近很火的一首歌，就是他就是来自生乐饼的叶秉仪，让我们来欢迎他。各位评审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商二饼班的叶秉仪。然后呢，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《Yes OK》。Yes, okay.